的心事被海冲淡，穿过我指尖流涕和无奈。姐，黑色警报，赶紧回家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小娜因为你夜不归宿，正牵着我哥呢，马上就到我了，你赶紧回来，一人做事一人当啊。哎，你都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有宵禁啊？你没出现之前，我家没这规矩。完了，没事没事，王西夏。喂，你回来了？好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！你先别说，听我说，你先什么都别干啊，去趟我家店里，安抚一下你干妈的情绪。哎呀，不是，嗯，我昨晚没回家。哎呀，我不方便说。我回头跟你讲，赶紧去吧。看来小主这饭是吃不上了，送你回去吧。真弄不明白。不过你放心，很快就熟能生巧了。我脱掉了磨脚的鞋，慢慢走着。跟我平时的工作比起来，甚至还算大材小用了。远处闪烁的灯台。